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收看今天的乐谱飘香节目。陆军军官学校除了要求每一位学生成为优秀的革命干部之外，他更培养每一位黄埔子弟成为素德兼修的革命军人。在今天的乐谱飘香节目里，黄埔合唱团要我们演唱几首非常好听的艺术歌曲，现在就先让我们来欣赏他们演唱的陆军军官学校校歌以及反攻钟声。